我的一个魔术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鸡蛋，鸡蛋，平常都可以接触到，没错吧？哎，东哥，请你从这十二颗里面随便挑选一颗出来，随便挑选一颗，随便挑，谁挑？小钟挑，那只能挑公的哦，嘿，都可以，随便抓。好，接下来为了证明这颗鸡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请在这上面呢做一个明显的记号，哦，做一个记号，做个记号，写什么都可以。好了吗？他签 magic 呀 ，magic， 哇塞！所以呢，我不可能有机会去调换掉这一颗鸡蛋，因为上面有小东哥的签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里一个杯子，帮我检查一下有没有洞，有看到洞吗？它的入口处有一个洞，没有，没有，这里有一个洞。杯子当然了，上面一定要有一个杯子，这里有一个洞，舍不得解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把它盖起来。哇塞！所以呢，我就没有机会去换掉这一颗鸡蛋了。对，哎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一颗鸡蛋不会离开大家视线。对。接下来我需要一个东西，钞票，我要跟大家借钞票，100块、500块、1000块都可以。谁有？谁有钞票？钞票吗？没有。来现场来一张钞票。好，你们女生比较有钱哎，男生都不举手。去吧。因为男生都赚钱给女生呢。真的，女生比较有钱。对。好，每张钞票上面呢都有独一无二的流水号。哦，真的。A， 这不是盖的。大一点。R。八。一。八。二。二二 X 叉 B 叉 B 哦，对不起，不是 X， 对不起，听起来有点怪怪的。注意讲话，注意点啊！金钟奖，金钟奖，金姐，金姐，保管这颗这个盘子，这个叉 B 注保管。好，接下来这里一个信封，钟哥检查这信封有没有任何问题。哇，这个魔术好复杂，好多道具，空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把刚才那一张钞票呢摆进去。OK。好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在里面有，在里面有，把它粘起来，而且确定它是真钞。少廷，哎，先到我的右手边，封起来，把它两只手把它盖起来，压住就对了，压紧就对了，紧紧压住。不让接下来呢，我先说我要做什么，这个叫做空间的转移。仔细看，现在大家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里，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来喽。冒烟呐、啊！冒烟怎么？他冒烟呢、欸！少廷，赶快打119，赶快打119！冒烟呢、欸！哎呦，少廷，把信封慢慢的撕开。哇，少廷的手冒烟，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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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就也厉害、哦。这里撕开，这边撕开，小心，来，慢慢撕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。然后检查一下钞票还在不在？我看，打开给镜头看一下，看，有吗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怎么可能？真钞没有了，诈骗集团呢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钞票不会丢到一个袋里面不见了耶，从这边消失就会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哎呦，叫你转账千万不要做哦。哎呦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碰到这颗鸡蛋，不可能，接下来我也不会碰，不可能。钟哥，接下来慢慢的把杯子拿起来，好，检查一下你的签名还在不在？好，现在把鸡蛋打破。Magic 啊！在打破之前呢，再检查一下这颗鸡蛋是不是完整的，有没有任何缺口。好，应该是。接下来正常的吧？来了，没有。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。啊！哎呦！如果打开里面呢，有一张钞票，大家不要忘记你们掌声加尖叫。吓死了吧！他就吃掉，怎么？小钟就当场吃掉。他把一打鸡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然后，哎呦！重点来喽！重点来喽！重点是上面的流水号是不是一样的？好，摆在这里。这不可能！糟糕了，太惊人了！他已经泡很久了耶。而且真的是蛋黄，小钟你摸的是真的蛋黄吗？重点来喽！重点来喽！真的真的真的，贴一下贴一下。流水号贴起来，小钟你对一下对一下，再靠近一点靠近。好啊，818222叉 B， 谢谢。哎呦，太厉害了，恐怖了！